我哋一定要撐我哋被 PQ 咗嘅幾位民主派嘅議員。各位，呢幾日由星期一開始，我都喺度瞓。其實我心入邊係覺得好歉疚。頭先莫乃光議員話，佢哋覺得好歉疚。其實心入面最歉疚的應該是我，因為我沒辦法在入面跟他們一起作戰，因為這個卑鄙的政權不用還手，改變遊戲規則，令到我們少了幾個人，所以才要議會入面的同事力竭聲勢，搏盡全力，但是都沒辦法阻止這些卑鄙無恥的手段，所以我心入面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之歉疚。共產黨非常之卑鄙，保皇黨出賣港人利益，完全是垃圾，卑鄙無恥，連做橡皮圖章的資格都沒有，一個班長一個副班長投錯大票，你見到他們幾咁垃圾，共產黨會懲罰。但是很多慷慨激昂的說話，剛才我已經講過，我在這裡想爭取機會跟大家講一樣嘢。其實這一段日子大家都見到的，基本法對我們的保障，共產黨有沒有尊重過？在他們的眼中，這些法律的條文全部都只是一張廢紙，他們可以透過釋法隨時改變遊戲規則來 DQ 我們的議員，更加卑鄙無恥地還要追新莊，他們可以自己動議一些呢完全違反基本法的議事規則，將全體委員會的人數降到20，擺明是違反基本法，他都照做，他有沒有尊重基本法啊？咁多年來我們確信基本法，其實真正保障這個基本法的不是這些紙張，不是這些黑白紙黑字，其實是香港人心入面那股堅強的意志，舉凡他們有什麼做錯的，我們會走上街，七一遊行2003年50萬人上街，舉凡他們有什麼做錯的，咁多年六四的集會，我們10多萬人一起坐在這裡做歷史的見證，其實是我們香港人心裡面的良心和我們的行動力去守護基本法，守護一國兩制的，不是那些白紙黑字和那些紙張。今天這半年我們認清楚這個事實，好不好啊？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所謂的共產黨，他一直這幾年來用強硬路線來治港，什麼事都不放過，掠水照掠，民間教育不放過，連西環那些飄書商他都不放過，你知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啊？他就是要去令到我們有無力感。很多人都說遊行集會沒用，其實都是他們散播出來的言論來的，他就是要我們有無力感。講一個最簡單的實驗告訴大家，魚就是吃游水的，但是當一條魚游水，這個就是實驗來的，你阻住它，北面阻住它一次，東面阻住它一次，南面阻住它一次，西面阻住一次，你找個罩罩住它，條魚就會以為自己不懂游水，到你攞翻走個罩，條魚都係凍喺度唔游水，呢一個叫無力感學習翻嚟。呢一個卑鄙嘅共產黨就係要我哋以為基本法已經冇啦，議會已經冇啦，遊行集會冇用啦，我哋冇力量啦，所以我哋放棄。我想問大家，你會唔會放棄？你要做一條有用的魚，你要知道自己懂游水，你懂遊行，你懂投票，你懂集會，咁多年來就是幾十萬人上街，十幾萬人集會去守衛我們的基本法，守衛我們的一國兩制，你現在認不認識清楚自己的能力？清不清楚？清楚。其實整個議會整個制度背後就是人民的意志，如
請大家一齊更加更加努力咁樣出嚟遊行同集會，其實就係用我哋嘅香港人嘅良心去守護呢個體制。叫咩建制派，佢哋一無建樹，全部都係垃圾，佢哋只係狗王狗賊，一個保皇黨。真正有建設嘅係我哋香港人，用我哋嘅意志一次又一次。我想問大家，1月1日走唔走出嚟？3、2、1投唔投票？投俾邊個？民主派。6、4出唔出嚟集會？七一遊行係咪總動員？我話俾大家聽，大家再冇放棄嘅理由，你哋係一條識游水嘅魚，唔好以為自己唔識游水，唔好再眾人計。如果我哋覺得今日係歷史上面好大嘅挑戰嘅時刻，我請大家守衛家園，以後更加努力。你懂得講嘢，以後唔好再話驚嗌交，唔同人講政治。我請大家，你有把嘴嘅，你記得自己係嗰條識游水嘅魚。你同大家講政治，話俾大家聽點解要拉布，話俾大家聽保皇黨點樣去甩水，點樣出賣港人利益。我請呢度有對腳嘅，就算你坐輪椅嘅，你識行嘅，你都出嚟遊行，你都出嚟集會，好唔好？好，各位就冇其他嘢講，我哋一齊行動。大家好，我是吴宇。好，多谢大家呢晚过嚟都喺呢度过嚟支持我哋。嗱，咁咧，大家真系好乖喎。我仲记唔记得咧？我哋喺呢几日咧都话，除咗嚟支持，除咗嚟集会咧，其实我哋每人都可以做一啲嘢，去支援议会里边嘅民主派议员。去做好呢個抗爭，嗱咁咧呢幾日真係有效果㗎，包括咧嗱，我咪話大家可以幫手去將嗰個議事規則做懶人包啊嘛，係嘛？嗱，你會見到咧真係有效果喎，包括咧嗱嗰個足球嘅比喻咧，而家係深入民心，大家一聽就明，修改議事規則就即係收買埋個球證。收買埋足總，改埋踢波嘅規例，又紅牌嚇，嗰、個球證啊趕啲球員出場啦，大家就好明呢件事係嘛？咁啊好多謝大家咧，將呢啲簡單容易明白嘅信息傳播開去，大家做得好好嘅。嗱，大家有冇發覺？譬如我嗰個專業界別咧 ，provision 咧整咗一個懶人包咧，我哋一路擺街站。講話喂，其實唔係拉布，其實係建制派偷懶。喂，真係掂喎！你睇下，係直情咧嚇到佢哋咧，要攞 provision 嗰個懶人包咧，喺裏面咧要去辯護，係咪啊？嗱，所以大家咧係有功勞嘅，俾啲掌聲大家先。好啦，嗱，所以大家見到咧呢5日咧，其實我哋有啲工作咧。是可以幫到整個民主運動的，大家不要看小自己。嗱，咁你話喂過咗今日，我有咩可以做啊？咁樣，尋晚咧我係我Facebook 做個 live 咧，咁我就講咗啊，阿迪問我喂有啲乜嘢秘密武器啊咁樣，咁我提咗咧就係話，大家可以考慮申請一個禁制令。嗱，呢個咧唔係。不是昨天才有效的，跟住仲有效，因為只要大家咧係真係認同，就係話你將立法會的法定人數由35減到20人，是違反基本法75条噶嘛？嗱，你通過冇用喎，因為你不是改基本法嘛，你只係改議事規則啊嘛，改完之後其實都是違反基本法嘅，係咪？咁當然啦，嗱，我係有個辦法正在申請司法覆核啦。但係仲未做呢個禁制令喎，嗱咁咧跟住落嚟佢就會過嗰啲法例咯。嗱，到時就大件事啦，咁係嘛？到時譬如舉例講，佢跟住過咗國際打擊洗黑錢法例咁啊。嗱，點知咧法庭判喂，根本你呢個法定人數都唔符合基本法，咁即係話你開呢會無效嘅喎，係咪啊？嗱，所以咧大家。不要以為，輸了喎，冇得救，梗係唔係啦？
只要佢真係違反基本法，喂，佢以後通過嗰啲議案法案就會失效噶嘛，係咪啊？嗱，所以大家咧繼續努力，大家可以做好多工作喎。包括當然啦，譬如我尋日講完之後咧，大家已經講啦，哇！原來申請司法覆核同埋申請呢個禁制令咧要錢噶嘛。咁所以當然大家可以捐錢啦，又可以咧去做呢個法律嘅研究，然之後做懶人包去解釋啦。更加多工作係咩咧？嗱，大家成日都冇去試下查下究竟建制派嗰啲議員係咪個個咧嗰、那個？國籍啊，都符合基本法嘅要求啊嘛，係咪啊？記唔記得我哋九月十二嘅時候就係查到，喂，原來個主席未放棄佢個英籍啊嘛。仲有大家都未去做公司查察，係嘛？十幾間公司嘅董事，我有冇利益輸送啊？啊，所以大家呢，其實呢，透過呢五日我已經知道啦，原來每一個市民行多一步，將你識嘅嘢運用。令到整個民主運動可以向前行多一步，支援你身邊嘅朋友，可以捐錢嘅捐錢，有專業知識嘅就用你嘅專業知識，明白咗有嚟聽我哋講，明白咗嗰個道理嘅，將變成懶人包，都係我哋民主運動嘅重要一步。所以大家唔好放棄，繼續用你嘅小宇宙，最終我哋可以贏翻呢一場仗，好唔好？好。Okay, 多謝大家。各位市民大家，我係羅冠聰。加油！加油！民主必勝！民主必勝！極權必敗！極權必敗！民主必勝！民主必勝！極權必敗！極權必敗！大家都明呢個道理，但大家都清楚，民主唔係從天而降，極權去倒下過程。亦都唔係一眨眼、一瞬間嘅事情，亦都唔係隨手可得。喺過去嘅一段日子，我相信好多朋友喺香港面對好多我哋嘅挫敗。由上年開始，陸陸續續有候選人被 DQ， 有當選嘅議員被 DQ， 我哋再見到。有多幾位，總共六位議員被 DQ， 有幾十位嘅抗爭者入獄，而家被追新津。我哋再去到今日，議事規則被修改，我同好多人都一樣，我都好憤怒，我都好心痛。我心痛就係我哋喺香港點解會變成咁？我哋本身。確信佢有嘅制度，即使我哋知道呢個制度係唔穩陣嘅，不經一個釋法就可以攞走噶啦。但我都係會心痛，因為我有700万嘅香港人都係喺呢個地方上面生活。議事規則嘅修訂唔係影響緊70位議員，唔係影響緊民主派，而係影響緊我哋每一個香港人。他們追求幸福，他們有尊嚴生活的權利。假如大家跟我一樣是有這個感覺，大家就是已經跟這個城市的命運扣在一起。城市的興衰就是你個人的榮辱，這個是好的現象。但同時有一個問題，我都一直問著自己，在 DQ 入獄再出嚟嘅時候，我有一段時間真係灰嘅，我真係唔想做嘢，我係有迷失，我係有無力。我相信好多大家身邊嘅朋友都係咁噶。我哋見到每一次嘅集會人數係冇我哋一齊出嚟雨傘運動嘅時候咁多，有好多人都係會因為挫敗。而走下去佢自己覺得舒服嘅地方，抗爭永遠都係唔舒服嘅，因為我哋面對嘅力量實在太大。我好高興今日依然都會有人，有幾百幾千人喺呢度，因為大家正正就係信念最強、堅持最強嘅人。
喺我哋嘅低潮，我哋都有呢一啲人。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反彈嘅種子。民主運動唔會一帆風順，我哋一定係會經過好多挫敗，但係爆發嘅時機，我哋永遠都唔知道嘅。2003年、2014年，全部都係一啲市民喺完全都可以話係突發嘅機遇之下，我哋爆發咗。所以保留住我哋而家呢度力量係好重要，非常之重要。但係我到最後都問自己，就係我有無力、有迷惘，呢個都係大部分群眾有嘅一個狀態嚟嘅。我點樣去說服自己，我仲要行出嚟呢？我諗呢一個係對於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喺呢個時候，我會慢慢去諗，我哋要點樣走出呢啲嘅感覺？我哋同人溝通，我哋知道同路人嘅存在，有人分享到你嘅情緒，就好似我剛才咁講，大家都知道有情緒，有負面嘅一啲感覺，我哋嘅情緒係同呢個城市嘅命運係扣連埋一齊。呢一個係一個解脱嘅，呢個係一個大家互相理解，可以令到人走出嚟嘅方式。所以第一步就係，我諗大家唔可以再吝惜你去講你自己嘅故事，唔好再吝惜去同人哋分享你嘅情緒同埋感覺。呢一樣嘢絕對係有能力係去牽引到其他人，從佢一個覺得好似自己好孤單、好無助嘅情況之下，重新走出嚟，因為佢知道佢自己有戰友啊。呢個係非常之重要。我諗第二樣嘢就係、是、對好多香港人嚟講，我哋要懂得從挫敗中係揾到令自己堅強嘅一啲因素。我喺坐監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難關，因為當中有好多嘢要面對。我亦都會有一啲嘅身份認同危機，因為我知道好似面對今日咁嘅場合，我已經冇辦法同其他議員嘅朋友喺議會裏面抗爭，同佢哋一齊去抵擋惡法。但係我調翻轉頭去諗，我呢幾日重新去諗，我對於今日香港嘅狀況，對於議會，甚至係我自己嘅情緒，我係到咗一個非常非常之高嘅地步啊！我比以往都係更加憤怒、更加憤慨。個原因就因為我比以往都覺得民主對香港人真係非常之重要。我嘅信念令到我自己變得更加在乎。我問自己呢樣嘢點樣嚟？跟住我發覺原來係我嘅坐監嘅經歷令到我覺得我嘅意志一定要更加堅強。我嘅苦難，如果佢唔變成我嘅動力，佢就係冇意義嘅。佢對於大家就係一種傷害。所以我覺得留低喺呢度嘅人，你哋同香港休戚與共。香港面對咁多嘅苦難，就係你哋面對嘅苦難。我希望大家要懂得將苦難轉化成為意志，轉化成為你堅韌嘅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得，點解？因為企喺呢度嘅人，就係、是、意志最堅定嘅人，就係、是、信念最強嘅人。如果你哋都做唔到，冇人做到。我覺得大家要俾呢一個任務自己，喺呢一個時代，大家都逃唔脱呢啲嘅任務。我哋要再諗下，我哋點樣再行前多一步。俗語有云，世界上只得屈膝的樹人，沒有屈膝的書台。意志永遠都是不會倒下，只有人是會覺得軟弱，支持不住。我們要繼續支持下去，我們就要 邁向望著我們的意志而走。我們要將
佢成為我哋嘅標哥。所以我出獄到而家，我比以往都係更加在乎，我都係更加係思考自己點樣喺民主運動再行前多一步，點樣貢獻我嘅力量，貢獻我嘅能量。這個我不想今天說一些跟大家情緒相反的，我覺得很遺憾，今天我都覺得很心痛，但這個正正就是現在香港帶給大家的一個上堂的機會，就是怎樣將這件事化作動力。可能會有人覺得這幾天很少人來到，會很心酸很心痛，是啦，會有人翻工啦，會有很多人是需要休息，但不要緊。民主運動就好像我剛才所說，它的爆發永遠都是大家預料不到的，大家不會知道今天我們這裡只有5000人，但是他日可能兩個星期之後他說要推23條，我們就有50萬人。我覺得大家不應該要用現在這個狀態去衡量我們香港人未來抗爭的潛能，這個會是一個錯判，而我深信我們未來一定會有更加多人是站在街頭，他們現在可能都好像我這樣覺得有點迷失，覺得有點不知道位置自己在哪裡，但他日當個危機來臨的時候，他們會知道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有責任是守護這個地方，無論最微小的努力他們都會付出，我深信這件事。所以希望大家繼續下去，我們要將我們是受到建制派政府給我們的苦難形成我們的動力，你繼續走下去。民主必勝，民主必勝，極權必敗，極權必敗。但這個不是隨手可得，不是我們坐在這裡就做到的事，這個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在場所有人一起要完成的任務，我們要繼續裝備自己，鍛鍊自己。多謝各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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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加油！加油！加油！其實我都是真係百感交集。第一咧就係一年前咧，就係喺邊個時候咧，特區政府係入品。要 DQ 我哋四位是大約呢段時候，而在大約5年前啦，就是我拉布失敗，即係為咗嗰個蔣新津唔設任何嘅資產同埋收入審查，我都係講嘅，我話。整個議會反對政府那個方案的有成40多、50個議員，但是到頭來政府一意孤行阻止不到，我當日就說我都沒辦法了，我真的說對不起，我就說如果拉布的人不是幫這個那些長者手，因為梁振英很不喜歡我嘛，如果我提出的事他一定不會答應嘛。其實很簡單的，上帝一個人死就首先要他瘋狂先，我覺得今天建制派已經是瘋狂，當他們聲稱現在做的事是為他們將來去令香港更加好，去掃除障礙。我想問，他去在議會裏面夾硬嚟通過那些修改議事規則的事，更加容易啊，哥，係嘛？有保安有警察噶嘛，係嘛？但我想問，你估佢可唔可以變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出嚟俾啲長者？我認為佢唔得。佢可唔可以變一樣香港人需要嘅嘢出嚟咧？
其實個問題就調翻轉嘅，我哋就係要有全民退休保障，我哋就要有呢個標準工時。所以各位，我對我哋好有信心。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我哋係為香港人，不單止係爭取平等嘅政治權利，而且為香港人同埋香港人一齊去爭取一個更加符合公義嘅社會，係咪啊？係，呢個係我哋必贏嘅。各位，要碾死我長哥同學，但係佢可以因為碾死咗我而令到香港人嘅生活改善嗎？佢係唔得嘅。佢今日就係覺得民主派嘅議員左手左腳，係因為佢哋要令香港成為一個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社會。呢個就係佢哋嘅癲狂，呢個必然令到佢落地獄。陳建波話：喂，大學都未讀完就入嚟做立法會議員，幫唔到手，我就係未讀過大學嘅添。我唔係未讀完，我未讀過啊，哥。大哥，咁我想問大家啦，當陳建波咁樣講嘅時候，佢係咪當冇讀過大學或者讀唔曬大學嘅香港人係低端人口啊？係咪黐線啊？係。各位，小貓生四隻，從政者，係咁多人㗎，或者做一個民主運動，一定要永遠記住，我哋係企喺最受戰鬥、最受呢個社會裏面嗰啲權貴歧視同埋剝削嘅人，同埋佢站埋一齊，係咪？我哋唔會輸嘅。有呢一點，我哋記住呢一點，我哋係唔會輸嘅。我一路嚟一路睇嘅。各位，我非常之有信心，我真係非常有信心。當佢哋話我哋阻住佢哋俾啲好嘢香港人，我睇唔到佢有咩俾到香港人。佢而家話佢做咗㗎啦，以後佢會做啲嘢俾香港人，我都睇唔到。嗱，不過我調翻轉咁講。即是飯有一啖啖食，仗一場場打，因為而家好近嘅啫，而家已經係15號啦，哥，仲有半個月。我再講一次，1月1日係我哋關鍵時刻，一個墊腳石，即係話因為我哋搞得唔好，我哋係好難喺一個唔好嘅基礎上面，喺3月11日嗰度起我哋交界位，所以各位一定要努力。個努力係咩呢？我話俾你聽，你拍手掌冇用，落街。嗱，我想問大家，你點會嚟到嘅咧？係邊個叫你嚟噶？係睇 Facebook 定點啊？翻嚟咗，係咁你點樣嚟㗎？睇 Facebook 嗰個點？有冇人聯絡你㗎？睇報紙啊！嗱，呢個就係我哋失敗咯。嗱，我今日叫話大家出街，咁你又揾我唔到噶嘛？我話喂，我聽日去街宣傳啦，你揾我唔到噶嘛？我又揾你唔到噶嘛？所以我認為電話惡聲啊。係啦，大家應該，我認為大家係應該俾啲電話我哋通知大家嘅。呢度應該幾百人啊，哥。我認為，如果我哋一日唔做呢個組織嘅工作，我哋係冇可能，係完全冇可能有一個有組織嘅運動係令我哋越嚟越壯大。所以我今晚唔知點樣啊，你哋填表俾我哋點，我真係唔知道。我最拗頭嘅就係我揾唔到大家，大家又揾我唔到，呢個瓜柴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如果一陣間真係想幫手，我哋真係要俾個電話俾我哋，我哋先可以WhatsApp 大家。如果大家唔係咁做嘅話咧，咁我講嘅係嘥氣嘅。我哋有群組嘅，
你拍嘅手掌係？我哋有拍。知道。我而家唔係佢一樣攞馬，我係一月一號之前去宣傳啊！我哋一月一號先，因為你去冇用噶，你係要一個人要十個啊嘛，咁先得噶嘛。好，我講嘅咁多，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幫手嘅，我希望大家真係可以俾個電話我哋。好，我哋再次俾啲掌聲俾我哋嘅議員。我發明咗個制度啦，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咧，埋嚟呢部電腦嗰度，我哋喺嗰個出嚟電話入咗去。咁如果大家認為咧唔俾我都得嘅，不過我覺得如果講完之後走咧，就係真係嘥時間嘅。嗯，我哋有個群組嘅，我哋。